如何进入虚界还得靠你自己。可我现在连空间切割法都没有学会，进入虚界谈何容易呢？你已经突破了三重真意，天分和努力不必说了，你现在要学的不是招式，而是方法。你要对空间有一种一击即中的心理。一击即中的心理，我再试试。将不见有几风浪，坏蛋心之胆，红尘恋锋芒，看那长枪所向，再战一场，听当机会成故事有一场，且等且等着神枪战。飞尘，喂，干什么嘛？谢英，你成功了。你小子孺子可教。但怎么会有点头晕？是不是因为我刚练成的缘故，师傅？谢英，趁热打铁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雪鹰，你没事吧？雪鹰，你怎么了？